今天他们这个外围确实投得太好，嗯，除了布朗这个点以外，再加迪奥古，漂亮。看双方这个开局，其实谁能打好影响很大。好球，好球！刚刚开场热得更快的是林志杰，第四节是属于布朗，嗯，好球。林志杰夹缝当中求生存，非常漂亮，一个闪身，就在对方关门之前闪身进入对方的核心区域。